炸。这六位病友，好的一个节目，主持人左宗康先生很不凡，给我装了一个篮筐，说我灌不到篮，结果我不但没灌进，因为太怕把他们不仅撞坏，然后我还流血，只是为了要证明他的说法是对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帮艺人做一个身体的检测。专业的运动就应该是这样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港跟班。